Hello， 大家好，清斋，我今天做 live 的主要是讲华语，讲华语 ，OK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国家。今天实行四个人，他做错了什么？他没有杀人，他没有偷，他没有罪。不过呢，为什么这个缅甸的政府，缅甸的不是正确的政府，死刑了四个人？我真的是很不明白。他有做错了什么？做错了什么？真的是，今天呢，我真的是很伤心，不懂得要说什么，没话说 ，OK， 没话说了，天天的有人死。天天的杀，没有国家可以帮帮忙这个缅甸的现在的情况 ，OK， 现在的情况。今天我主要的是给大家知道，他们也不是杀人，他们也不是死刑啊，你懂吗？死刑，他有什么罪？他是杀人吗？他是偷东西的吗？他去打抢的吗？他去了抢劫人吗？不是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死刑？我真的是很不明白，真的是很不明白，不懂得要说什么了。无端端四个人死刑啊，他做错了什么？他做错了什么？没有人，没有国家，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帮到这个缅甸的问题吗？缅甸的帮忙，缅甸的赈灾的情况，赈灾的问题。问题是在哪里 ？OK， 说真的，我今天不懂得要说什么了。平时呢，我会讲缅甸话，但是
没电话没有用。我想要全世界的人知道，今天无端端的四个人执行了，怎么办？他们做错了什么？他们杀人吗？强奸人吗？为强奸的这个和尚就把他出来了。那些和尚啊，会强奸啊，那些会把他出来。其实我希望其他的国家，比如就说我是住在马来西亚，我是现在是住在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的政府真的是很棒，泰国政府呢，其他的国家呢，日本呢，中国呢，有的挖就挖了的，缅甸的通通的玉了，挖走了。 OK， 第一玉了，挖走了，还有缅甸的那些树， OK， 全部都挖走了。现在人民辛苦了，他们有帮忙吗？从来不帮的，从来不帮的。你们的其他的国家就是这样子看着吗？看住就可以了，真的是不要帮了，不需要帮这些人民了，对吗？求求你们，全世界的，我现在主要就是中国的政府，习近平，中国的习近平。我希望你多多的帮忙缅甸人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人民每天的给这些病烧了，他地雷烧了人民的物资，每天都有人死，每天都有人死。我希望习近平，中国的政府，习近平，我希望你帮忙我们缅甸人，我求求你，习近平，我希望帮忙。你是中国。中国是最靠近的，我们缅甸的。你是不是这样子看着缅甸人这样苦衷吗？这么多人死了，每天无辜的人每天死，他们也不知道。OK， 这些病啊，
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人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杀杀，还是照样的杀人。我真的是很不明白。我希望习近平帮帮忙我们缅甸人，我求求你。OK， 替 life 哥念条谢碑吧。怎么丢路标数他嘞？怎么这个当手机那个？妈妈比一家子呢，比都得他妈比谁去？说到到这里，我希望中国的政府，习近平，我希望你帮帮忙。我不希望缅甸人越来越多人的死，我们人民真的是很苦了。现在是下雨天，每天下雨。他们来烧那个人民的物资，他们去哪里住？没地方住。我希望你们明白 ，OK？ 求求你，习近平，帮帮忙！我求求你，帮帮忙缅甸的 ，OK？ 再见。